拿来吧你。文质彬彬的样子啊，夸张一点说就像是一个大学生一样啊。注意看，视频中戴着眼镜、一脸文质彬彬的小伙，当你以为他是一个好欺负的老实人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上了擂台的他风格突变，敢打敢拼，摔法凶狠，其双臂更是力大如牛，擂台豪夺四连胜。他便是来自于江西的夺命书生马豪斌。即便此时的马豪斌已经四战全胜，但本场比赛看好他哪？看着马豪斌稚嫩的脸庞，罗塞纳拍着胸脯表示，一个回合之内必定 KO。